什么？呀，今天才黄河，为了公民姐姐，我就转一下。嗯，按老规矩，你表哥先来。还是我老是不断专行吧，还是给你年轻人一个机会，你们先来吧。哎，难得表哥这么谦虚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咦、玫瑰花，这能吃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嗯，猪舌头，还是卤的哟。啊，真香！哟，运气不错，像买初恋的感觉。啊，再选一个。这舌头看得真香啊！我选这个。嗯，蓝莲花，有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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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两块羊排啊！不要放弃希望，你还没选呢。吃得这么开心，我已经放心了。反正下雨了，我就收下衣服。哎，不在乎这点事。哈哈，鸡皮叶子，你吃了啊？有人。哼，吃个那么长的舌头，懂这些种？哎呦我的妈！越想我越生气。哇，今天一看就有大货呀！我先来。大就是，真的是。哇，这么大个菠萝吗？啊展翅，他肯定先说我自己来。这个大鹏展翅，一看就不懂了，什么？
了吧，因为吃吧吃吧吃吧，看我是吃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还是柠檬巨制的。是什么？原来是猪蹄子啊！